没有向师父请道啊，简单的告诉你个秘诀，哎，算了，传给你们了，可惜。什么秘诀啊？还是传了啊？你们住，说笨，最老实的，最笨，是圣就圣了，大丈夫，是圣就圣了，就成功。所以华严经告诉我们，圣为道源，功德母，诸佛菩萨一切法门只有一个字，为圣能入，一圣就证出了。所以一切宗教，你比如说基督教、天主教，人家讲对不对？圣就得救，对，没有错，圣就得救。哎，我们这个师父说到那一边说一边的，哎，老师啊，啊，这个法子对我灵不灵？他只要问这句话，已经该打屁股300板了，他一定不信了嘛。你都自己没有信心了，那何必问呢？何必说呢？对不对？这都是妄作聪明嘛，聪明没有用啊。所以不大是修佛修道，你看世界上成功四年的人，没有别的巧妙，信。说今天我只有1000块钱，哎呀，想发财做生意吧，干什么？卖烧饼油条，问朋友借个3000、5000来，哎，说会不会赚钱？管他呢，我天天做烧饼油条，总有人吃啊。吃不完我自己吃啊，慢慢慢，3天以后4天以后慢慢生意就来了啊。生意纵然做不好，信，换一个地方还是烧饼油条，这个地方不好，再一个地方还是烧饼油条，没有不成功的。